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慈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心碎软弱，但有一天神永远不会改变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的永远真正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庆祝主耶稣已经对世来国话，今仔日是咱的国话节，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感谢上帝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对世来国话，为着互咱有法通完成咱的救恩，这是咱第一好的消息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互咱今仔日通特别拜日，啊，通伫遮参加来敬拜咱的。国话的上帝，国话的主耶稣基督，咱来三合来基督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主你已经对世来国话，主耶稣，若无你对世来国话，阮今仔日也过伫阮的罪中。主感谢你，因为你对世来国话，阮有法通经验永生，阮有法通经验着一个新的生命，因为你是国话的上帝，你阁有法通照主你的话语伫遐来。完成你所讲的，因为主你是国话的上帝，你又讲你要过来，你的确有法通来，因为你是对世来国话的上帝。我感谢你，我今仔日早起的崇拜，拢是要为着主你的名啊，通得到荣耀，因为主你是国话的上帝。
阮安尼感恩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特别爱向咱家己兄弟姊妹，你若像我伫厝内，伫你边头的人，你家讲感谢上帝，主耶稣已经对死来过活。好，咱来安尼做。咱伫边头的人，像我伫遐厝内的人，无论像我伫遐，你听下家来讲，感谢上帝，因为耶稣已经对死来过活，感谢主。好，所以咱今仔日特别的对白，就是要讲到这个过活，主耶稣对死来过活。咱的对白就是讲心内信，甲嘴内认耶稣做主。好，这个是咱的对白。咱的经文一完就是伫罗马书，总是呢，咱小块跳者。好，咱顶礼拜咱已经有讲到罗马书第五章吼。啊，即阵咱要讲到罗马书第六章，咱即阵要讲到罗马书十章啊，只有两节尔定，唔知咱大家已经有法通约看多一节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甲第十节，哦，这是我其中第爱诶经文，特别传福音这方面，这两节圣经节是真正有帮助啊，真正会清楚甲咱讲到底咱要怎样得着救。第九节，你若嘴内认耶稣做主，心内信上帝叫伊对死来复活，就的确得救。因为人心内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嘴内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这是罗马书第十节、第十章、第九节甲第十节，好，我搁读一摆。第九节，你若嘴内承认耶稣做主，心内信上帝叫伊对死来复活，就的确得救。因为人心内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嘴内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这是上帝话语，感谢上帝，愿上帝接下来祝福伊家己话啊，借着圣灵接下来感动咱每一个人的心。特别今仔日是过活过活主日，咱就好好底下来特别啊，和圣灵有迄个关联甲有迄个机会，通来感动咱每一个人听众的人。所以咱来讲到这个最两节的时阵，喏，咱会看到讲基督教就是特别基督教所有的教训，所有的神学，就是带伫一个什么耶稣国话，这个真理底下起条咧。这个国话的代志，正正就是对历史安尼有发生这样代志。OK， 所以咱伫新约这方面，这个国话耶稣国话，这个神学就是其中是这个真正。是伊个中心，哦，意思说神约，你讲到在真理，讲到在神学，皆是靠着耶稣基督对死来复活这样。你若看，你若去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看出讲在使徒因咧传讲个信息，的确有主耶稣复活个代志。OK， 因为若无主耶稣复活，咱今仔日依然伫咱个做内，咱今仔日就是甲其他人无有啥物恩望，咱今仔日就是已经失袂去，永远无法通切咱个路。若无主耶稣对死来过，总是呢感谢上帝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对死来过，所以咱有法通得到罪赦免，咱个救恩已经成了。所以咱今仔日感谢上帝，咱通三甲来庆祝咱这个救恩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对死来复活。咱到底这个复活代志，敢若保罗特别会提到这个主耶稣复活，就对心来相信主耶稣复活。到底这个主耶稣复活有什么重要性，有什么好处？甚至
新約至少和超過100倍的提高耶穌國話這樣代誌，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對我們真正的重要。所以頭一個重要性，跟這個耶穌國話的代誌真重要。頭一項，因就是證明說主耶穌而是上帝真實有存在，因為上帝若無存在，耶穌無法通國話。OK， 是安尼，因為只有上帝才有法通叫一個人對死來國話。啊，耶穌本身是上帝，伊家己講，伊會死第三日，伊要對死來國話，伊真實有法通做，因為伊是本身上帝，所以上帝存在，這是頭一個原因，啊，頭一個重要性，講幹呐，這個主耶穌國話的這個信息重要，所以頭一項就是。上帝有存在，主耶穌本身也是自己是上帝。第二就是主耶穌就是有神性，主耶穌就是上帝本身。羅馬書第一章第四節，伊安尼講，照聖神的靈講，因為對死來國話，伊大靈，伊大靈顯明是上帝。所以上帝的子只要他对世来国话显明了上帝的带领，所以基督本身主耶稣基督是本身他是上帝，因为他自己有那个带领，有那个能力让他自己有法对世来国话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跟国话是耶稣国话是重要，因为他证明自己就是耶稣，他自己是上帝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信息。因为 有一些的宗教，他有相信耶稣真实是对历史有存在的人，总是只有基督教真实相信说 是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就是上帝和完全的人，这两项合作一个无法通分开，这就是说耶稣实在是一个真正特别的人物，真正特别，他只有他是完全的上帝和完全的人。所以今有的宗教说耶稣本身是只不过是一个人，一个义人，一个先知，不是上帝，唔单啊是一个先知，唔单啊是一个义人，伊本身是上帝，这是咱要好好底下来来记的。因为那听到有一挂诶宗教，有一挂做，还是有一挂诶查经，因啊无相信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，这是问题。你耶稣本身就是上帝。OK， 个第三项，意思是，既然耶稣基督对死来国话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救恩已经成了了。耶稣就是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9:30，伊底下有讲到讲，耶稣去掉迄个错，因为人罪。因为海绵温错，才要拄好耶稣要回临。耶稣去掉迄个错的时，就讲正路，正路。也将虾米啊头担落来，将灵魂交托上帝。正路到底？耶稣的意思是正路，是正路，是讲伊无恩望了吧，伊要死了吧？唔是，耶稣讲迄句就是正路，意思说，耶上帝予伊这个工作，予伊这个救恩的工作已经做了了，已经正了，就是耶稣讲正路。所以咱的救恩，接着耶稣死对死来国话。咱的救恩已经成了，因为伊怎样，伊迄日死的时阵，第三日，伊要对死来讲，
所以国话就是证明咱诶救恩实在已经成了。因为那假如耶稣呢无对死来国话，意思说耶稣无赢过了死，死就是罪的工价。OK， 所以你若上耶稣呢对死来国话，意思说伊赢过了死亡，啊了死亡就是罪的工价，就是意思说伊有法通消灭咱的罪。所以感谢上帝，耶稣已经对死来国话。各一项。好，第四项就是耶稣国话是准备伊家己有法通过啊尊敬，也是有法通宣传伊对咱的英文说伊要过来。伊有讲，伊有英文讲，我的确过来。所以既然伊对死来国话，伊是国话的上帝，伊是活的上帝。伊的确有法通按你来做，啊，罗马啊，伫约翰十四章第三节，啊，伊遐有讲到一项讲，我的确过来，我的确，我去我的爸有必要所在，我的确会过来。这是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遐讲到，伊的门徒已经咧艰苦心，咧惊讲，今日耶稣要将因放咧。因为耶稣已经跟他说，我要离开，我要去别下去。所以他头头第一节就说，你心里不能要求，不能怕，你就信上帝，也就信我，因为我要去，我别下去，要为着你有必要所在。就是说到第三节就说，我有必要的时候，什么呢？我要过来，指引到我去达去，我在哪里？人也是在那裡，所以耶穌應允我們要過來。他說剛才那麼久，耶穌那時已經過兩千年，到今天剛才耶穌又還沒來，沒人知道，沒人相信，沒人知道，沒人能說在時什麼點證，沒人能說。總是呢，最重要我們要好好準備，我們要好好備辦，說耶穌親自時來的時候，咱有法通甲主相合做一下，哦，这是为着耶稣对世来讲话，伊有法通照伊应允咱要过来，伊有法通安尼去做。最后一点，国话的能力，咱通今仔日上款通经验，国话的能力。今仔日，咱有法通经验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安尼讲：，何我认捌基督，晓得伊国话的大能，并且晓得甲伊三甲受苦，效法伊的死。这是保罗的话。伊活咧时阵，伊讲。伊要爱什么？伊要爱国家，要认捌基督。啊，什么？知影晓得什么？伊的大能，国话的大能，效法啊，晓得伊甲伊三甲来受苦，甚至效法伊的死。保罗伫遮讲到讲，伊要爱认捌基督，甲什么？伊国话的大能。今日保罗会讲安尼啊，因为今仔日咱做基督徒，咱的能力当然是借着圣灵在咱内面，总是呢是对耶稣基督国话这个能力对下来。今日咱话谈安尼讲，因为伊是这个国话的上帝，伊对死来国话的上帝，意思说，你若话谈对死来国话起来。其他的代志都有法通做，都无什么哦。因为那讲到这个，客厅咧讲到讲这个这个信力是最大的信力，就是耶稣对世来国话的信力。其他的信力都袂艰苦来相信，国话这信力，那相信发生了。其他的信力就是第一安尼。来人同心，所以保罗底下讲，
伊要爱什么？认捌基督，怎样要认捌基督？知影伊诶国话诶带领，了，伊要甲伊当受苦，甚至那是着受苦，保罗甘愿要受苦，为着要什么？认捌基督，甲知影伊诶国话诶带领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亲爱的基督徒，我唔知影讲咱有甲保罗有一个甲保罗一款的心志无？讲咱甚至念伫困难的时阵，念伫受苦的时阵，亲像咱今仔日所拄到这个代这个情形，咱通讲借着这个代志，我确确要通认捌基督甲什么经验，伊会。国话会带领伫我心中，这是一个机会。相信在咱正常有个人看危险是一个真歹个代志，总是危机吼真趣味。即句危险有机会，伫危险个时阵有机会，所以即阵咱伫危险一点钟，咱就找迄个机会，靠着主个带领，靠着主个带领。靠着主国话的带领，咱有法通找到迄个机会，伫倒落，咱通为着伊来做工做盐。所以保罗伫只甚至受苦伊甘愿，甚至啥物啊？伊讲甘愿效法主耶稣的死。你若讲效法主耶稣的死，啥物意思啊？甘愿钉十字架。你甘愿钉十字架？迄个是第一次参伫迄个点钟特别多。第一次參的死的方法，這是羅馬所發明的代誌，當然不是對羅馬開始，對別人來的，羅馬他在底下，甚至一國家在要讓那個要頂十字架的人更加艱苦，更加痛，就是羅馬，這個是第一次參的這種的死的方法，保羅甘願，為著什麼？为着要认捌基督，甲知影经验主耶稣国话的能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逐年咧纪念主耶稣对世来国话，这样代志对你有什么的意思呢？你有什么的反应呢？咱的经文，我再读一摆。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及第十节，你若嘴内承认耶稣做主，心内相信上帝叫伊对死来复活，就的确得救。第十节，因为人心内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，还是就可以得救。嘴内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亲爱的朋友，兄弟姊妹，你有诚实心内相信主耶稣已经对死来复活吗？既然伊对你若相信耶稣对死来复活，你应该也是着认伊做你的救主，你的上帝，是只有伊通乎你。得着救，同乎你得着罪的赦免，同乎你有新的生命，同乎你永生。愿上帝下这帮助咱每一个人，予咱每年咧纪念主的国话的事，咱日日也是照这款的真理底下来活着，用这真理做咱的鼓励。咱拄着艰苦的时阵，咱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拄着危险的时阵，咱无惊，因为干呐？主耶稣已经对死来过啊！咱心内相信，上帝叫耶稣对主耶稣对死来过啊！感谢上帝，愿主的名得着荣耀。咱这时，咱来三甲来做一个感恩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国话的上帝。主啊，若无你对世来国话，
阮到今仔日也过伫阮的罪内，阮到今仔日也过无得着平安，阮到今仔日也过是灭亡。总是你已经对死来过啊，一切已经改变。阮今仔日有盼望，因为你已经对死来过啊。阮今仔日有永生，有经验了主你的能力，是因为你已经对死来过啊。阮今仔日无惊同家人讲，阮是属你的人，因为你已经对死来过啊。阮的上帝，阮的救主耶稣，是国话的上帝，唔是这个死的上帝。所以既然安尼，阮拄着什么代志，你伫遐通帮助阮，通拯救阮，通推阮来开路，通来保护阮，通来安排阮的将来。啊，阮国家一项是讲，既然你已经对死来过啊，你的确会过来。感谢上帝，阮主的名得着荣耀。阮安尼求，感恩是奉耶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即时来三甲陪伴咱的心，要来领受主耶稣的圣餐。咱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省察咱家己，求主底下来洗清咱有啥物的罪，洗清咱的心，咱洗清咱的思想，在主的面前谦卑，承认咱的罪，求主底下来洗清咱，赦免咱。主耶稣，阮今仔日特别纪念到你对死来过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上帝，你已经赢过了死亡，阮今仔日有法通经验新的生命，因为你已经对死来过活，阮今仔日就是要纪念你为着阮放舍你家己的生命，流出你的血。来洗清阮的罪，愿主你底下来祝福这个饼甲这个杯，互阮领受了，互主你名得着荣耀，啊，底下领受为着要纪念你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要受杯迄一面，推起饼来，祝谢了，伊就别开讲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着恁写的。恁每摆食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着要纪念我。咱就是咱来三甲纪念咱的主耶稣，为着咱打破一家的身躯。饭后，耶稣也怎样，提起杯来，讲：这杯是我的血，所立的新约。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着要纪念我。耶稣对十字架顶流出伊的血，为着要洗清咱的罪。咱今仔日伫遮特别要来纪念。耶稣怎样疼人，为着咱来死，流出的血，洗清咱一切罪。来三甲纪念主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为着阮死。我们为着阮死，甚至你为着阮对死来过活，完成阮的救恩，
感谢你，因为今日阮有法通经验你的带领，你国话的带领，遐来改变阮的生命，互阮有法通一日过一日，哪来哪更加亲像基督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论去倒落，互阮有法通做工，为着你来做工做盐。阮安尼感恩祈求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